陶晶莹左，带宝贝球送王心凌。天晴音乐提供，记者蔡琛于台北报道。王心凌昨晚在深圳开唱，王心凌说，因为她当年唱陶晶莹的离开我是因成功得到合约，所以嘉宾请到陶晶莹助阵，陶子特地从台北飞来深圳。他表示，在王心凌11、12岁时就因为主持歌唱比赛认识王心凌，看到心凌一直这么努力，状态一直保持得这么好，我觉得你是很值得被疼的女孩子，你一通电话在北极我都会去，更祝福她会遇到那个很懂你很疼你的男人，鼓励情场失意的她十分温馨。王心凌又请陶晶莹当嘉宾，天晴音乐提供，陶晶莹更带了一个宝可梦宝贝球，要王心凌看到好对象就要用宝贝球把他砸昏抓回去，让王心凌忍不住笑翻。最后陶晶莹现唱太委屈，而王心凌昨晚也不忘演唱一连串偶像剧串烧歌曲以及九小红铺人偶大跳舞曲，相当欢乐，整场演唱会充满温馨与欢笑。陶晶莹感性祝福王心凌又找到对的人，天晴音乐提供。